爹，啊，爹，我有头绪了，快说说怎么回事啊？爹，我又去了翠红楼，听那个老鸨说，有一个黑衣人把杜鹃抓了进去。啊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黑衣人难道是黑风？他要干什么呀？爹，会不会是林东升？林县令？啊，对。 在翠红楼，对杜鹃动手的就是林东升。会不会是想威胁我们九方？不会是林东升。那么一定是那个九妹，刘海跟杜鹃结婚，只有他会阻止。 可是杜鹃是在轿子里面失踪的，连刘海他自己都没有发现。这个强人一定有妖法，否则他是不可能被发现的。爹，九妹不会真的是妖精吧？你说九妹是妖？ 记得刘振斌给他看病的情形，现在想起来就恐怖。我给九妹耗过脉象，他的确异于常人。他是妖？爹，那他来干什么？他要干什么我不知道，那绝非好事。我们不能再等了，他已经动手了。明天一早我去找一峰总长。 师父，老爹来了。道长，请您务必下山救救小女吧。杜姑娘出了什么事？老爹，慢慢讲来。昨天，小女与刘海成婚，本来是件喜事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花轿之中，小女突然失踪，不见了呀！抬轿子的轿夫和送亲的人都没有发现。 等我们找到小女杜鹃，她竟在翠红楼，险些！现在，小女茶饭不思，整天她寻死寻活呀。杜姑娘能消失在行径的轿子中，而且并没有人看见，能孑然于无声无息之境，必然是有人施法所为。道长所言极是。 可是，在常德境内，谁能用法术劫走小女？是谁呀？如果是黑风，他怎么可能？他大费周章把小女卖到翠红楼？我想必定是妖精所为。再说，谁能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把个大活人变走呢？您说是吗，道长？贫道昨夜夜观天下。
确实有异象出现，还真是妖精所为啊。道长，我怀疑是雷茶馆那个九妹所为，请道长下山查明。可有真凭实据？我曾经给他号过脉，十分可疑。此事万万不可鲁莽。你们随为师。真的是妖，就会立刻现出原形。快去吧。是，师父。道长，九妹真是妖精。一会儿便见分晓。村的刘海结婚这事儿你知道吧？怎么着，你也知道了？听说杜鹃啊被调包了，掀开盖头的，就是旁边这位啊。来，我听说啊，杜鹃是在翠红楼被找到的，二黑把翠红楼给砸了，砸了个稀巴烂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那可不是嘛。我跟你说啊，二黑那暴脾气一上来啊，说不定啊把这儿也给砸了。哎呦，是啊，这以后杜鹃可怎么办呢？想不到哦，天下最毒妇人心啊。是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喝酒。是。九妹姑娘。定别人家的柴吧，这是我送来的最后一个。啊！哎，刘海哥，你以后难道都不砍柴了吗？九妹姑娘，我只是个砍柴的樵夫，只是我不希望杜鹃不高兴。所以以后还是别见面的好。
起啊。哎呀，你这小伙子，你怎么看着点呀？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你什么不是故意的？我看就是故意的。你说你家住哪儿？这么美丽的裙子你都敢破？这么美丽的少女你都敢伤害啊？你气死我了！你少爷，老伯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真不是故意的吗？什么不是故意的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不是好东西。老班主，算了，没关系了。真是妖精，看来他还真有点道行啊。道长，那怎么办呢？贫道自有办法。心里啊，他还是原来的杜鹃，娘还等着他抱孙子呢，啊，听见没有？一定要告诉他啊！我知道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。吃了什么药，非要娶那个杜鹃当媳妇儿？就是嘛，这个刘海傻小子，混蛋！放着花容月貌、国色天香的九妹不娶，非要娶杜鹃那个狐狸精，这不是有病不吃药吗？喂，你个臭老头，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啊？我是让你劝九妹，说什么不正经的？什么不正经啊？我说的就是最正经的。就是不正经，讨厌！正经，我这你这个人讨厌！
鹊。喜鹊，怎么了，喜鹊？歇了吗？啊，还疼不疼？还疼不疼啊？喜鹊，你怎么了？我……哎呀，有什么奇怪的？这太劳累了，你别让他每天干那么多的活，害他休息又不好，又失眠，想的事情又多。这小鬼精灵，你赶快扶他回去睡觉睡觉去，啊，一睡觉啥事儿都没有了，赶紧走吧，去，赶紧睡觉。来睡觉，打呼噜，打呼噜，听见没有？呼噜！我待会儿就进来听你们打呼噜啊！贫道的阴阳锁，九妹没有任何反应，看来她未必是妖。那她一定是和妖精勾结。唉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贫道只能除魔卫道。那我闺女她……常言道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恋爱的心恐怕全在刘海身上，有道是心病还需心药医，这良药也全在刘海身上。其实，其实是给你买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喜欢这只簪花，还想骗人？明明是喜欢，人只有对喜欢的东西才会说漂亮呢。是我，我是来看看你的。
娟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只想知道你好点了没有。杜鹃，你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，一定好好照顾自己。娟儿啊，开开门吧。这个事情一定跟那个开雷茶馆的九妹有关，走，我们去找她。暗黑哥，是我在成亲那天弄丢了杜鹃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没有好好照顾她。可是我们不能冤枉九妹啊！再说，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九妹把杜鹃卖到翠红楼的。你明知道她喜欢你，巴不得要跟你结婚，不是她还有谁？不可能是九妹的，我相信她的人品。怎么不可能？二黑哥，这件事情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冤枉九妹。杜鹃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被人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要替九妹说话？我只是不想冤枉九妹。冤枉？我才是冤枉的！这个时候你还要偏袒他吗？我没有偏袒任何人呢。还不承认？如果不是他，那就是你。我，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你是不是还想和他在一起？杜鹃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在一起啊。一定是你们两个串通好的，打着娶我的幌子，然后你把他娶了，你们两个人就能够圣明主神守范，能够永远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我，杜鹃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你走，马上给我走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杜鹃，杜鹃，杜鹃，杜鹃。刘海，你先回去吧。二黑呀，啊，送送刘海。好，走吧。二黑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跟那个九妹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待杜鹃的。我妹现在受了很大委屈，你先让她静静吧。你回头告诉杜鹃，我心里面只喜欢她一个，绝对不是九妹姑娘。我会和她说的，你先回去吧。喉咙都说干了，嘴皮子都磨破了。好好好好好。
为了一个刘海，真是不值得。傻丫头，就是个傻丫头。啊，去，怎么样吧？哎，还是没办法，怎么劝她都不吃不喝。你快去看看她吧，我是没办法了。是啊，小琴呐，你得拿出你的看家本领，把人家弄好了，弄明白了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嗯。怎么了？还在生气啊？好了好了，就算生气也要吃东西嘛。俗话说啊，五谷为粮。哎，你看，我买的是什么？当当当，好香哦！来，你闻闻看。你不吃的话呢，那我就吃了，我吃了。好好吃哦，活了800年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。哇，哎呦，九妹，你就为了一个砍柴的气成这样，咱们两个吵吵闹闹好几百年了，也没看到你那么上心过。谁跟你上心呢？哎呀，好了，我就是个无名小卒。哎呀，几百年的恩情，对我们的九妹来说算什么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哎，可别不承认啊！当初我跟你说，你还记得吗？人呢，感情是不可靠的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让你离开这个是非地，你看你却不走。刘海现在呢，已经娶了别人了，干嘛还放不下呢？你这样折磨自己，气自己，何苦呢，九妹？我不要你管。你现在不要我管了，拿来。什么？你别装了。当初咱们讲好的，我帮你。可是你要拿地灵珠来交换。现在你交代我的事儿呢，我全都帮你办了。是刘海他不要了。这我就没办法了。可是你当初答应我不伤害任何人的。哎呀，九妹，要是不下手狠一点，杜鹃能死心吗？我这一切啊，都是为了你。没错，你是为了我，就是因为我才险些害了杜鹃，也害了刘海哥。你怎么执迷不悟呢，九妹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啊？刘海他根本不爱你，你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？九妹，离开这里吧，跟我走吧，好不好？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我自己惹的祸必须由我自己来弥补。九妹，你这是无药可救了。我是无药可救，那也不用你管。好，那我再也不管你了。怎么样？吃好了没有啊？你说话，你回我回来。
九妹，金蝉来劝你，你跟他吵什么？我觉得金蝉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啊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走。刘海这个负心的家伙，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赤炎剑？灵珠有千年功力，要想得到它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九妹有动静没有？禀将军，九妹自从进了雷茶馆，就一直没有出来。刘振斌也一直在家里，好像是每天都在看病抓药。一定不会闲着，盯住他，若有任何闪失，一定要赶在刘振斌之前抓到九妹，拿到灵珠。是。几位客官要住店吗？给我两间上好的房间。哎，楼上请。老爷，准备妥了，一切小心。老爷，还有什么？
老爷一石二鸟之计，天衣无缝。可是九妹他们会相信吗？现在他们已经……我不会看错的，你放心吧。是，那我先去了。快来啊！知道怎么做，小的明白。去吧。哎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少爷，我们打听过了，好像没什么线索啊。听着，这事一定要加紧的，去办，别再耽误了。是是。哦，对了，这上面有林东升的犯罪事实，你们要尽快查实，但是只能秘密进行，知道吗？是。还有你，跟我走一趟。是。一切妥当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把它盖起来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慌什么慌？什么事？廖镇北印军对刘海下手，让白守信绑架了刘海。那要怎么样？刘振斌只不过是想利用刘海让九妹就范，不过他这是多此一举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只要我们抓到九妹，得到灵珠，就能拿到金丝瓜了。刘振斌也还是棋差一招啊。起喽！刘海波，你是我的福。
来走喽。海哥哥你带了万千行啊，走喽行啊，走喽行啊，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。那我就比不上啊，我看你就捏僵了他喽。刘海哥你是我的福啊，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喽。刘海哥你带人往前走啊，胡大姐你随着我来行喽。走